啊，很细致啊！哇，好远啊！这能补吗？起烟了，这应该补看一下 FTY，给了很大的哦，压力。Bridging 很 Boy 有侵挡略了，还性，损直了接一怼块。脸了，哎呦，漂亮。没来得及跑。FTY，话说回来，DT 不是 P 型的队伍吗？P 型的队伍不应该来这个四房吗？你直接老老实实去土路就好了。这个四。哎呦，一枪这头，枪直接爆头了，拉不了。还看不到上，这个也是。啊，FTY 这波过点，土路人很多。DT 刚才跟 FTY 是有过交火的，但是还有其他人过来，KRG 也是在路过。薄凉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来了，来攻这个厕所了，想走，薄凉他看着呢，不准走。哎，薄凉，这里的信息很明确。那 DT 这样被蚕食的话，等会儿这个四房估计还是守不住。哎哦，呀，英英还是没过来，就旁边就 DDT 待了很长的时间了，看到这做种了经十典。二、13分钟的前戏，最后还是被人家这样逮到了，真的好难受，跑了那么远，对吧？就主要离悟空就是一条马路的距离了，就真的不远了。我跟你讲。因这一波他想的不够透彻，我是他的话，我直接从 Y 城那边绕，因为反正已经急不了了，我就绕个大圈，我从蓝白圈顶想上法来。可太直接了，FTY 三个人顶了过来。顶不住哦，先顶了一个小九倒了，旺仔过来补位。旺仔是残血，他不敢第一时间跟上去，小九被烧到了，这波要扶人了，哎，小九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个燃烧瓶蔓延的太快了，圈中心正是地中海中心处啊。知道人啊，在薄反凉扑。被逮到了。就刚刚说的那种连锁反应啊，土路这一带，有人出手之后就会有人拉位置来观察周边的情况啊。但这边 IPY 进防区了，天地里也是被补掉哎，，DT 小的九日掉了有点子可也惜不吧。好过啊。嗯，FTY 现在如果说有三个人在这里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圈就中心，没掉人，而且。圈中心。哇、哦，小羊落地就被秒了。哎，吃了一点手雷的伤害，Monkey King。啊，再给一颗啊，扔的有点靠后，拿火炬牌位置了，没有伤害性道具了，已经。哎，这两个火居然没烧到，只剩小灰灰一个了。啊，巨幅这里是被 CDG 完美的接住了。最后一人，这个分数要还是不要？以 CG 的性格，估计是很想要的。但这一步主要是林强那边有了 MC 的信息，人已经到了近点，又必须回防了。哦，还是把人给打了，补掉了一背个。后来人了，林强先要顶压力，先放倒一个。上把的 MVP 木子李第一时间被林强放倒。哎，林强这个选手也是实力大于名气的一位选手。嗯。真的，三个刷人是回巨来了香，呀！真的巨香。就算这个圈稍微往上再走一点，他从他这个四房往土路推，也是一个就是后发制人的位置。是的，雅痞这一侧放倒了林强，连打带补啊！TMA 能够成功把土路给收割下来，剩最后一个王色都卡在圈边。看了这个，没办法了，这已经被加没了。好，接番撞这个炮楼被 Small CT 一个预判雷打倒，一梭子到底，连人带门全部打穿，人哦，太这一多波了。穿了好几个，哦，但又是这来一边队，又来一队，啊！哎呀，你不要中队友了，哎呀，太急躁了！好死哥，上一把就撞了队友，这把又撞队友，我真的人裂开。好好练一下科目二啊，这个真的，习惯真的差。如果里面人再多一点，就出大事儿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天哦，雷，雅痞哇，的一把手雷炸倒一实个。打打的。
哦，天霸也一波盲杀来的，应该会先清理 DT 这一侧，所以没有看到人。好，四哥为自己撞队友付出了代价。顺暴雷，哎，看到一个过点，先打一个零数，小唐也没了，血魔放倒了崔七幺，最后一个七七，这一发手雷伤害也很足啊，很快，太快了，太快了 ，i 七甚至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在 i 七眼皮底子下 ，DDT 把天霸给打了。是的，而且屁股这边的话 ，IG 后面来人了 ，CMS 考虑出手放倒了架枪的妹妹，而另外一次悟空和 4AM 两边在北部打得很热闹，拿出这个屏蔽有点太干拉了，往后回一点。哇，战自最后一人小鹏在旁边偷分，被烧到了好像，被烧到了，被烧到了。FM 最后一名队长是 God 的小鹿，小鹿被烧到了，又是残血，人全被补光了。小鹏过来也想补人，换位置。小这边压力是给到了玉，去清理玉内侧了，封了烟，封了烟啊，烟起可以找机会拉人。这时候必须要，没有爬进来，就还不好扶，要不把门开开，让 Forever 爬一爬。尝试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小鹿扶人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，给烟还要扶人。好，小鹏啊，差一点点，哎呀，还是没打起来，哎，没打上。哇，瞬秒，可以，这波非常的准，这个蓝圈直径啊，知道还有一人，这波两边都收财了。哎呦，这五七七把玉给盖掉了。是，但是就算是五七七不打玉，应该也是会被蓝圈带走。谁发现了这两枪？哎呀，还不如扔了。是的，三个雷 还不如扔了。三个雷，顶了 TMA 正面要顶 DDT， 他们选择的是从圈边溜边来打五七七，对方的鹅王被放倒。雷啊，继续往这个烟里灌雷。四个人贴近了过来，一波两人血量并不健康，发现了一个，先打一个，对方还有残血，互换，漂亮，血量也非常不健康，这波打还挺快的，而且这个反波正好他处于一个北部弱侧，可以把队友先拉起来去了，弹出去了，一个穿孔弹出去了，哎呦，左耳进右耳出，这一波居然是，但是还是可以拼一墙这个厕所，龙四哥已经被补掉了，旺仔近点。搏一下吧！哎呀，把自己闪了，两个人都闪了，两个人都闪了。我打赢了，打赢了！哎呀，还是被干掉了，一起夭射。哎呀，真可惜。发动进攻 ，KRG 现在也这边压力也很大。这其实只有两个人在，因为远处的这个小凯也救不了。TMA目前仍然是有三人、四人的编制。RBS 等会儿肯定要打 TMA 了。哇，王子原来已经有五个淘汰了，对不起王子。我还以为你只是虚假的超巨。闷不作声，拿到畸形自由人 Cobra 王子。王子这干嘛？直接帝国干啦！哦哟，锁进了炮楼，人不多，对方也是车上了一个移形幻影，但这个身法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啊。是的，十六杀 TMA， 听到了，漂亮！小鬼是被放倒，只剩下鱼人最后一人，三打一。嗯，在树边，第一时间没放倒。二打二，鱼人还是爆头将对方放倒，二打一。漂亮啊 ！TMA 这把是19杀，差一个淘汰，只差一个淘汰就是20杀，大机啊！是的，他目前队伍